如何做一个摸得感情的杀手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一个运用 3D 技术让更多的人体验到枪械魅力的杀手。今天带来的是 XORRLR 的拆解视频。拆解之前呢，进行安全检查。好的，今天的拆装呢，就到此结束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